下车，你先下车。他爬到中间，我没看到。案系发生于19日5时22分许，赖姓女自小客车驾驶，于延平路往平镇方向行驶时，与范江姓行人于延平路602号前发生 A2 交通事故，造成范江姓行人与娃娃车内幼儿受伤送医。经现场吹测，自小客车驾驶酒测值为零，警方在此呼吁，用路人行经路口时应减速慢行，行人穿越道路时应依规定行走于行人穿越道，以维护交通安全。